同学们早安，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一，今天又来和彭老师一起来学习数学。同学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学习了减法，今天我们再来复习减法。你们还记得什么是减法吗？好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哦。好，同学们，在开始之前，请拿出你的数学课本，请翻开第14页。我们先写上今天的日期，今天是星期一，2020年12月14号。14日，写上日期。好，我们来看一看。要来看的，这个还记得是什么符号吗，同学们？这个是？很好，这个呢？橙色这个符号呢？好，它们是红色的是减，橙色的是等于，这个是在减法里面会看到的符号，减和等于，还记得吗？好，我们来看看哦。减法，我们现在来看看用数式减一减。 Now let's subtract in vertical formVertical form 就是竖式，还记得什么是竖吗？竖就是从上面写下来，所以是竖式也是从上面剪下来，怎么做？好，我们来看看图片，这边是一减零，一就是只有一个叉子，好，一减零没有剪东西，同学们，你看那个叉子还在，所以是怎么呢？一减零就是等于，没有剪东西的话就是写回一减零等于。好，直接一减零等于多少？对了，没有减东西，所以我手上还有一只叉子，所以一减零等于多少？直接一减零等于，对了，一减零等于一。我们写下来，要直线的，还记得吗？要排队的写下来，把答案。好，接下来另外一题。好，现在的第二题是二。减一二，所以我有两粒橙。好，一二，他说减一，二减一就是，妹妹把一粒橙吃掉了，所以怎么呢？二减一，我们来看，二减一，所以吃掉了一粒橙，所以我现在剩回多少呢？看看图片，二减一剩回，对了，来，浩洋，二减一。可以告诉老师剩回多少吗？我本来有两粒，妹妹吃掉一粒了，我手上剩回，对，二减一等于一。Two minus one equal to how many? I have two orange, but my sister had it already one, so I left yes one. 所以二减一也是一，所以是剩回一。二减一等于一，剩回一粒。乘好，四减二 ，four minus two， 好，何里夫 ，I live， can you count？ four minus two， I have four spoon， one， two， three， four， OK， four spoon， minus two， OK。Ryan take one, okay, minus one. Risky take one, okay. So how many spoon left now in the kitchen? Ryan take one, Risky take one. So four minus two, 四减二。本来有四只汤匙 ，Ryan 拿了一只，瑞奇拿了一只，所以剩回 ，okay， 剩回多少 ？Alif, four minus two equal to。Yes, the answer is 2. 四减二是剩回二，对吗？你看图片还有两只汤匙还没有拿，所以四减二等于二。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三减三等于多少呢？我们来看，三减三，我有三个面包。Three minus three, I have three bricks.Finish three, okay. So three minus three, 三减三。好，
自旋来看一看，三减三，本来有三个面包，我们来说看一下，我们来减 ，OK， 自旋吃了一个，二姐吃了一个，大姐又吃了一个，现在还剩回多少个？三减三 ，three minus three， 所以剩回多少个？三减三剩回。还有面包吗？志轩，所以三减三没有了面包，所以是剩回。对了，很好，剩回零，因为桌子上已经没有面包了。你们把面包吃完了。Three minus three equal to yes zero. Finish already. The break's finish. 好，五减零。I have five lemons.Okay, now minus zero, 五减零，本来五粒柠檬，可是减零就是还没有用到，妈妈还没有用这个柠檬，所以桌子上还有多少粒柠檬呢？好，欧乐可以告诉老师吗？五减零剩回多少 ？Five minus zero， 妈妈买了五粒柠檬，可是还没有用到，一粒都还没有用到，所以是剩回。很好，五减零剩回五，因为没有用到，所以写上五，也是记得哦，要排队的。我们把指示是排队的，不可以写在前面，不可以写在后面，一定要排队的。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在这边我们有多少个披萨，我们来看一看。好，这个雨晴可以数一数吗？有多少个披萨？来跟老师一起数，多少？一、二、三、四、五，对，很好，所以是有五个披萨。好，我们来看五减多少？这个是多少？什么数字？对，五减一 ，five minus one. So I have five pizza, but my sister had.It one. So how many? 五减一，雨晴算算，五减一吃掉一个了，妹妹吃掉一个了，所以剩回多少？雨晴来数一数，一、二、三、四，所以雨晴剩回很好，剩回四个。我们可以把四写在这边吗？可以吗？记得不可以把四写在这边。好。或者我们可以把四写在后面吗？没有排队的，可以吗？雨晴，好，不可以 ，cannot right here. We must follow the vertical form, so like line up. OK, 所以这个是错的，记得我们擦掉它，擦掉它，错的。所以四 ，the answer must in vertical form, line up straight. OK, so write down the answer in straight.排直直的，我们的答案也是要排对仗了，排整齐，很好，答案是四。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好，这里有多少个圈？好，佩西告诉老师这里多少个？一、二、三、四，对吗？四个圈。好，我们来看，要不减多少？减，好，减三，好，减三，我就打叉了三个。四减三，佩西可以告诉老师吗？四减三剩回多少？很棒，所以那个图你看剩回一个，所以把答案写在空格里。Four minus three equal to yes equal to one。好，把答案写上，四减三等于一 ，four minus three equal to one。Subtract and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剪一剪，写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好，有多少个呢？何娜宁来算一算，有多少个 jelly? How many jelly are in the picture? Yes, 两个。Okay, two. 好，减 minus 多少？一，二减一，所以等于 two minus one.Equal to how many? 何娜妮，何娜妮 ，Can you tell me the answer? 可以告诉老师答案吗？二减一等于，对了，二减一，所以要 cross down。
打叉一个，所以二减一等于，对了，二减一等于 ，yes, the correct answer is one。二减一等于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胡马拉可以告诉老师吗 ？Humaira, how many cherry in the picture？ 有多少个樱桃子呢 ？Humaira。对了，三个，三粒 ，OK， 减，减多少呢？减二 ，three minus two， 三减二等于多少？我们来看，三减二一个，两个，好，剩回多少呢？胡马拉，三减二等于，对，三减二等于一，很棒 ，three minus two equal to one， yes， very good。Okay, still subtract and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减一点写出正确的答案。我们来看，好，合集 Ajit， 我们来看 ，How many muffin？ 这里有多少个杯子蛋糕 ？Ajit, can you count？ 数一数，来跟老师，一、二、三、四、五。对了，很好，阿吉，合集有五个杯子蛋糕。好，减多少呢？减四 ，OK， 五减四等于 cross out 一个 ，OK， 一个 risk 一次了，第二个呀保一次了，第三个 lion 吃了，第四个 an 一次了。好，五减四等于。合集告诉老师 ，Ajit, tell me the answer. Five minus four equal to, yes, left one. So five minus four equal to one. 很好，五减四也是等于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OK, Rishan, 你可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面包吗？我们来数，请老师一、二、三、四。五个面包，很好。五减多少呢？一等于什么答案呢？好，永林，所以要打叉多少个面包？永林，对了，吃掉一个了，所以打叉一个。好，永林可以告诉老师吗？五减一等于剩下多少个？你再数一下，永林，一、二、三、四，很棒。所以永林剩下，对的。答案是剩回四个面包，很好。接下来，请拿出你的数学作业，请翻开第十三和第十四页。好，我们拿出来了吗？我们也是别忘记要写上今天的日期，写上今天的日期，星期一，2020年12月14日。好，先来听指示 ，OK, listen the instruction before doing your works， 剪一剪。写出正确的答案，然后按照指示涂上颜色。Subtract and write the correct answer. Then color the spaces according to the color key. OK, 我们来看一的是什么？一 ，if the answer is one, color orange. So 第一，如果是一，答案是一的话，我们就要涂橙色。好，一是橙色，如果是二的话，我们就要涂粉色 ，color pink. This one pink. Okay. Number three, if 三的话就要涂上绿色 ，color green. If four, 第四的话就要涂黄色 ，yellow. 涂黄色。如果是答案是四，就要涂黄色 ，yellow. If five, please color.Brown, okay, brown, color brown, okay. So you need to count first. 我们先要数一数，还记得吗？五减四等于多少？好，同学们，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指，打开五个手指，减四就是关掉四个手指，一、二、三、四。你手上剩回多少呢 ？You can use your finger to count. Take out five fingers. Okay, minus four. Close four fingers.Okay, close. So how many left on your hands now? How many finger left? 你可以先数五个手指，减掉四个，关起来，剩回多少个手指？同学们，
或者你可以画圈圈，我们来画个圈圈 1 2 3 4 5 OK, you also can write like this 5-4 OK, so minus 4 OK, 1 2 3 4 So left, how many? OK, 所以答案是剩回一 OK, if the answer is 1 color, yes, color orange答案是一的话就涂上橙色所以把整个格子涂上橙色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5-3 OK 5-3拿出五个手指减三关掉三个手指1、2、3你手上还剩多少个手指还剩多少个手指同学们 OK You can take out fingers 5 fingersOkay, so close 3. 5 minus 3. So close 3. How many finger left? Count. So, the answer is... Okay, 答案是2. 所以把答案写进去。5-3=2. So, color pink. 你就要涂粉色。Okay. 如果是4-1. Okay, 4 minus 1. 4-1, 四个手指。拿出来。关掉一个手指，剩回 4 minus 1 take out 4 fingers close 1 so equal to 3 3所以3的话是涂上什么颜色 if 3 color green ok so take out your color pencil color this part green 把这个部分涂上绿色很好可以吗同学们 ok let's next we do the 14 page ok page 14以竖式减一减 subtract in vertical form 4-3等于多少你看有四个还有四个冰淇淋1、2、3、4打叉 OK 佩西吃掉一个 OK 何里夫吃掉一个婷婷吃掉一个所以同剩回多少个同学们你看所以图片剩回一个所以你要把这个一跟着写上去好同学们进来看看这边有五粒糖果数一数1、2、3、4、5很好五粒糖果减掉2 5 minus 2 so rice eat 1 ok owlet eat 1 ok minus 2 rice 吃了一个 owlet 吃了一个5-2剩回多少个同学们剩回1、2、3剩回3你就排队写上去3很好接下来这边5-5你们看5-5五个蛋糕 OK 好了接下来就是宝仪吃一个打叉宝仪吃一个好的安妮吃一个和艾妮吃一个安妮吃了一个然后第四个是水吃雨晴吃一个直接又吃一个所以把蛋糕吃完了浩洋剩回多少5-5全部吃完了剩回对的剩回0好同学们你们可以完成这个功课吗好然后记得把功课完成后拍照交上来给老师检查哦可以吗老师相信你们可以做好好的好的数学课上到这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同学们再见拜拜